上，所有的人都希望能够取得成功，然而很多人经过努力以后依然没有成功。众所周知，不是所有的人经过奋斗都能够如愿以偿，那是为什么呢？不是他们不够努力，也不是他们不够勤奋，而是没有找到成功的系统方法。根据无数成功人士的经历印证，成功等于平台加系统。当你把握了一个好的平台，在拥有一套优秀系统的时候，你成功的几率就比其他人要高很多倍。在今天这个商业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，各行各业此起彼伏，争相斗艳，有的曾经风靡全球，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到来的今天，这些企业变得不堪一击，有的甚至一夜之间濒临破产，而取代它的新型互联网企业甚至还没有任何知名度，就已经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功。美商杰斯环球公司就是这些新兴企业中的超级幸运者，是一个典型互联网时代的趋势性优秀商业模式平台。2009年9月成立至今，凭借全球领先抗衰老生物科技产品，3年时间业绩跃居全球网络市场第78位，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互联网企业。是什么造就了杰斯企业的辉煌成功呢？一切要归功于杰斯公司背后一个伟大而又成功的市场运营系统 US 全球创富系统。该系统于2009年由著名的美籍华人 Kimi Hui 一手打造，历经4年，带领着他的商业团队践行了这个系统创造的奇迹。4年成就了无数个美元百万富翁，同时圆了世界各地无数朋友心中的梦想，也帮助到地球上很多需要帮助的人。今天我们有机会一起拥有和共同参与到这个庞大的全球系统，让我们抓住机遇，重新规划我们的事业蓝图，实现我们自己人生的伟大梦想。